接下来我们再欣赏另一种风格的歌和另一种风格的表演。朋友们，有些歌我们百听不厌，越听就越爱听，越唱就越爱唱，特别是励志的、正能量的、积极向上的歌曲。今天呢，我们音乐会非常荣幸，特别邀请到韩冬梅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来现场演唱。韩老师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，曾在省局、全国以及中央电视台各项音乐比赛中获得优秀奖、第一名以及金奖。现在他定居香港，重点培养中小学生在声乐领域里面的发展。他还全身投入香港的慈善事业，现在又是我们香港侨友社的合唱团的老师。今晚他将带着他的学生们一起演唱两首经典的英文歌曲 Memory 和 You Raise Me Up， 掌声有请。Oh,
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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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们俩可以到那个座位上去坐一下好吗？哦 no， 去吧去吧，我们还没有唱完呢。